走，走，改这个嘞。朋友们，都说我们改革家自行车太好了，今天我就弄了个加长版的，四五个人随便坐。这个嘛能凑定了？哎呀，这个都按国际比例量身定做，从实木打造，坐上一点都不硌屁股，而且和咱们飞机的头等舱是一样的感觉。相信你，上车，上车，一会儿上啊，我自己上。哎呀，我还是有点小害怕。怕谁了？今天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飞一样的感觉。上，出发。哎，你的设计不行，有问题了吗？还不如我坐前面了。哦，配比有问题了，我按1:2的标配做的，你2:8了，你坐前面了。哎，坐，走，走，吃几个了？哎、肌肉嘛，这里吃了一把黄土，小朋友也不靠谱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小丁在这。好了。你们俩飙起来太久了，让我一看、啊、我不行。咱这走的时候你骑个自行车吗？本来自行车骑个你，他咋把半路坏了？哎呀，才不能收拾。别急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黄土兄弟。小波今天为了吃个鸡，还弄个加长版自行车，咱是赤马自行车组会。不过还好，鸡买回来了。今天啊，我们就吃黄焖鸡，还不是为咱出行方便。结果咱俩修自行车了，走。黄焖鸡白米饭啊，保险可就劲了。朋友们看得不错的话，给我点个赞。好嘞，出锅。今天黄焖鸡就做好了，能开吃了。哎，小波哪个了？尝吃第一口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一转眼都不见了。那修车个了，弄完自行车又走了。又走了，是吧？那咱俩吃，给小波留我一碗。那行。张，坐过火，朝我凉了吃。哦。咱俩开车。哪有这黄焖鸡米饭啊，又辣又香，就太得劲了。完就把你熟了，你不看谁的手艺吗？就小波的技术嘛，还改装自行车了，那上链子都费劲了。就是嘛，是不是脑又走了？朋友们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给开火哥炒饭凉了，凉了，凉了啊。